昨天晚上你和龙哥不是打了一场 PK 吗？你输了，你瘦深蹲，他输了，给你买个500块钱左右的手机。500-600了，他说，啊，结果谁赢了了？他说他还是给我买嘛，就是滚龙输了，龙哥还是说给他买。然后我刚刚在网上看了一下，网上有6、700那种，我再给你加一点钱，挺好的。你是要在现实生活中买还是网上买？现实生活中买不了多好的哟，500-600。将就用吧，你还选来选去，选到后头咋办？那个谁也说不定的呀。就我已是，经知道了，在你身边的人，你的情况我知道，我的情况你知道，对吧？然后啥意思但呢？我的意思，管他现实中的现实买一个相应物件，但他动了，我说我都不了这么多，跟他凯文说了，我这双鞋子都是几千块或者几百块，他又怎么样啊？对吧？哎呀，我懒得跟你说，同样的价格，网上要好很多，知道吧？两三天就到，我在网上给你买。不要那个。你就要现实生活中去看现吧。实中的个人自己挑选，五老六弟百有多少个挑看选？中了，看中了就要，看不中就不要。我给你在网上买个五六慢百也拿，好，700-800也好，我给你多加一点，好很多。你在我现实说，生活中五六百买的差，知道昨吧？晚上吃烧烤那里，他不是说了，我这个手机给你要不要的？哪一个？那个镜头也是 CF 上的意思，我受得了吗？好多的不说了，等一下带你再到现实体店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没有好的，我们就在网上给你买，好吧？好。好。那种几百块钱的手机有没有？几几百？百的？大哥都用苹果十一。十一，哼，他给他买个几百块钱的，买个11，都有现金的。有没有几百的呀？不是，我们走另外地方去。他喝了。大不了的事情，要是大不了。哎，大的手机的多，讲话好声点。他说这没几百的，本来就不好找啊，几百的。你怎么就这么一点点钱，大哥？啊，你骂我是他们。你这样就没法买了，一天好好。买不买当屁股都买呀，我用的也可以。走，前面走，前面走。手机拿过来。是不是他一家了嘛？拿去嘛。买个东西在这里吼吼啥啦？回家了，回不回家？买个手机再吼啥嘛？别人说了啥嘛？没有几百就没有其他地方看了。感觉不热情嘛？没事，我会让他来买吗？那你吼别人干嘛啦？他手上拿一个漆嘛黑的给你，他是感觉那个服务态度是吧？服务态度你也不该吼人家呀。来，相互理解，相互理解。本来就在一起的，你又拿这个来拽我吧？是吧？不好意思吧，那种，对的。能不能拍？拍什么？我跟你说好，手机，你愿意听我的，我就在网上给你买，贵几百块钱我都可以帮你出。你不愿意，我就把钱给你。不是，今天晚上也是喝了酒，到处玩一玩，你别这说话这么冲动。我就去这拿了贵的了吗？我说话冲动啊！贵的你在不是哪里我拿就在出哪里来了吼吗？啊！你吼啥呀？你要自己线下买，我就把500给你；你要是线上买，就是700-800、800-900，我都帮你加，知道吧？线下哪里找得到了？看一看总行吧。不看了，你一进去你就吼人家，别人拿出来，我给你怎么看了？他手上那个的给你要不要吧？用过的。就这样。得行，我马上找个地方，我转500给你。不得行，哦，可以，我就在网上，马上我们上去一起帮你选。你觉得好看的，我马上下单，两三天就到。不得行，我就找一个地方转我们马上五百块钱。都就走了。我走不走我还不知道吗？你慌个锤子啊！来的时候是说的这么久嘛？你没说工资多少？说这没有说工资啊！一来我就给你说了的呀，转过一个把星期，你老是蹭嘴，那肯定有意思。
可不可以网上帮你看，我们一起就上去就看。实际店看了一次。实际店没有，实际店差得很。什么？你要买一个好一点的。走走。